比如说这二位，这个二位对吧？这不是喊的潘啊！我长第一江次老师看到吗？这张照片的时候啊，哇，真的，就怎么没发现两个人长这么像呢？是啊，这真挺像的，发际线都一样。这组照片在朋友圈都刷屏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当时真的把这照片看了不下20遍。你仔细瞅，除了发际线就是之外，其他也都像复制粘贴的。两个人都有那个美人尖儿，是不是？是。尤其是下面有一张，你看那个潘老师被韩德君哎呀妈！不知所措地抱在怀里，就是仿佛是一个逼真的人形手办。当然，这个不是我说的哈，这是网友说的。对，网友们的脑洞啊，真是厉害。你知道还有说什么的吗？我都服了。说，哎呀妈呀，这难道不是 iPad 和 iPhone 吗？总之就像是 PS 一样的不真实就对了。你这个说真的不是 P 的吗？是不是 P 的？我这个外行看不出来，但有那个细心的网友给鉴定了，说其中有一张可能是，但其他的全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原图。反正不管是不是 P 的吧，连两个人这个俩人连线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了。